姐，你在做什么？我在收集一些不良媒体内容。啊，你这些收集来是做什么用的？我要检举他们。啊，姐，你疯了啊？吃饱没事做呀？我在捍卫资讯消费者的权益啊！媒体的功能就是守望、协调、对策、教育和娱乐。可是你看看这些商业媒体，都是利用血腥、暴力、伤情、炒作新闻等违法媒体理论手段，增加浏览率和发行量，实在太不应该了。你不想看就不要看啊，为什么要去检举人家呢？可是那些不良媒体内容会影响那些缺乏讯息思辨能力的青少年及儿童啊。你看青少年集体围殴人血事件，他们看了之后是否会加以学习呢？色情报道刊登不堪入目的画面，是否会影响孩子身心灵的发展呢？这种种问题，媒体是否需要负起责任呢？嗯，姐，你说的很有道理，好吧，我支持你，加油加油。如何检举不良媒体内容？一、收集相关不当资讯的内容。如果你在网络、面子书、手机简讯、报章、杂志发现不良的媒体内容，例如暴力、色情的图片或文字等等，首先你必须收集有关内容资料，如网站的网址、网页内容、检举的原因以及发现的日期。二、透过国内检举单位提出检举，若你所发现的是属马来西亚的不良网页或报章，就可透过大马通讯与多媒体内容论坛 CMCF 进行检举行动。你可以将你所收集到的资料以下列方式向 CMCF 提出检举：线上填表、拨打免付费电话、电邮或下载并填妥检举表格后邮寄至相关地址。三、透过海外检举单位进行举报。台湾方面，你可以向台湾 WIN 网络单一窗口检举不良网站内容。若有关内容来自于中国网站，你可以透过中国网络检举单位提出检举，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网络违法犯罪举报网站等等。